儿子，小成，儿子，你们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妈，哎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快告诉爸爸，我想你们了，奶奶就带我来了。妈妈好香啊！你看这孩子，见了爸妈还挺腼腆，挺含蓄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威胁了我好几个月，非让我。 在这个假期啊，带他回爸妈家，是不是？奶奶说，期中考试平均95分以上才带我来见你们。嗯，那你考了多少分啊？平均98.5分。哎呦，哇，真棒！<笑>所以我就带他过来了。他不让我告你们了，他说了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。你说这小屁孩，他很有惊喜。<笑>别给爸爸妈妈突然袭击了啊！ 告诉爸爸，坐火车累不累？爸爸不累。这谁过生日啊？哦，哪个是小寿星？是我，我过生日。啊，跟姐姐说生日快乐吧。姐姐生日快乐。哟，这小姑娘长得真漂亮，真水灵，长得像你爹还是像你妈？阿姨，我们是她爸妈。阿姨您好。哎，你好。阿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像他妈，像他妈，一点都不像他爸，完全不像。你看，你看，这眼睛，这鼻子啊，遗传了他妈。哎呦，跟你这个当爸的就不像一家人哦。感觉你爸呀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呦，妈，您这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小孩吧，经常有长得不像爸或者不像妈的。没事儿，没人怀疑他不是你亲生的啊。 <笑>没人怀疑。奶奶就老说我长得不像爸爸像妈妈，那我是亲生的吗？儿子，大人说话不许插嘴啊。明白，绅士。这老太太可真会说呀，净往腰眼上说。开个玩笑啊，别往心里去。还有蛋糕，哎，吃蛋糕吧， 走， 啊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岁数越大越不靠谱。没事儿。